小陈八八，这是一个餐厅，这餐厅真的是蛮有意思的。他呢买了几辆巴士，就是公交巴士买过来，这边打造了一个巴士主题餐厅。一个人的 Thank you， 一个人的门票是5块钱，可以进来啊，喝点东西，参观一下。哎，这是蛮有特色的，因为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在路边看到了。哼，酒吧室，这个直接可以进去吗？哦，还真的是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可以在这坐下。哦，还开着空调，我得叫这个谁，小桃，小桃，这多有感觉，这，是不是？还有空调呢。你看，这可以吃东西，是吧？来点点东西喝。他有菜单吗？我们点了26块钱的饮料嘛，然后刚好这个门票还可以抵10块钱 ，Thank you。哦，意思就是你买了10块钱的东西，不是，你买了10块钱的门票，你再买26块钱的东西顶10块钱，就相当于是如果说你在这消费满10元就免门票嘛，就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。对，消费一下子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好的，我的。两个小酒。冰拿铁，这是啥？这是酒吗？火龙果酒。火龙果酒。你尝一下吧。就这个一号车和二号车，看的风景比较好一点，刚好能看到对面的山。来，你来一口。它有酒精吗？酒精吧。我反正是不喝酒的。啥味儿啊？火龙果味儿。我花13块钱可以买俩火龙果。这个是 ginger beer。好好好，来，你坐到司机的这个位置。去哪儿？发车了。哇，他这个车开了7万多公里，牛逼啊！报废车。报废车。滑滑梯。你先滑。这个得慢一点吧。我感觉你差点都快撞上这个了。没有啊，我控制的非常好了。反正我得悠着点。走。就这儿去。不用。不要，你要先去。对。对，这是我们到这个山上有一个风景点儿。对。哎，他这很有意思，这转盘都放，这是什么？刚才是白菜，这是包包菜是吧？也包。对，包包菜。摆了点这个各种造型的东西，拍照用的。哇，这个山里是。真的冷啊，确实冷啊，大家要来这儿啊，把这个厚衣服带上，我俩就穿着这件东西。我给忘了。哦，走慢点，走慢点，是越速度越快越冷。这山里还住了不少人呢。领导跟我讲啊，山里比较冷。对，我们听的是山里比较凉快，但是没觉得这么冷。我的天，山里还真的住了不少人。这个摩托车面对这个坡真的只能爬20啊，我这个油门都踩到底了，哇，这个1250cc 的真的是爬不动坡，哇，太费劲了，我觉得这个坡爬上去就要让它休息了。沿着这条路一直朝前走，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路口，你可以向左转，也可以朝前走。但是你有钱还是没钱？住这儿的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以前没钱，现在应该有钱，这搞成旅游了吗？但是你不能回头。哦吼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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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造孽了。不行不行，阿姨。
这个座底下有一个雨衣，是老板送的，还能再坚持一群会儿。主要这个车太慢了，这个坡就是跑20多30。这雨是越下越大了呀，走不了了呀。就在这躲一会儿雨，这还是个苗圃呢。其实就是往右边一拐，还有800米。嗯，这山上做苗圃生意的人还蛮多的。哎，这下雨天跑到这个平台上，真的是看了个寂寞。我操！啊？这还要直走啊？还要直走？哇、哦，这个路太烂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。哇、哦，是真的冷啊！太冷了，太冷了。就当是，哎呀，看早上了，这种雾蒙蒙的了。哦，哎呦！哎，就是那好像。啊。是这个吧？有可能。连住在这山上的人，我估计一年四季，天天都在感受下雨。因为这边也没冬天，估计天天下呀。这个太滑了，我这个很慢的，还不如他走得快呢。哎呦，下雨天跑到这儿来着的是，好造孽。哎呦，总算是到了。这一个人还收3块钱门票。好的，我先停车。就是从这儿步行上山。哎，这个车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太难了。嗯，就是，哎呀，他这个是断的，昨天租过来就没发现，他走一路就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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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思就是我们就不是公民的10块钱一个人。对啊。嗯，这里海拔是1465米，哦，这还有一个证书。证书就不要了吧？肯定不要证书，要这个证书。China。这是什么？文莱呀。哦。贝奈。怎么来？嗯，对吧？对。我看这大门，它也不值10块钱。那是。哎呀。就这100米路，就在那个坡上就上一下，就要10块钱，就相当于人民币15块钱。嗯，好吧，哎，真的是来都来了。嗯，还有点仙人掌，种点花，就到那上边那个平台，说是最佳观景点儿。但这个天气啊，我就觉得吧，上去以后肯定是啥也看不见。哦，你们还进那个 National Park 那公园了？对，进到那里边啥都没有。啥也没有。坐在车里边转了一圈。这我们就算了，那个听那个这个姐姐说也不行。对。有很多的坡受不了的。哎，这个门票就是太坑了，这个。网上说3块，跑到跟前来直接来了一个10块，你们也是10块吗？对啊。哦，你们也10块钱？我们不是韩国人呢。哦，你们是文莱过来的是吧？好吧。哎，小唐，好处是这有个厕所。这有个厕所，这是好处。是这儿吗？这个雨也太大了吧。我也给雨衣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应该是这边。哦，这10块钱花的真的是，别再上山然后引个天雷下来。呵呵，快快快快快，雨越下越大了。我更造孽的就是我那个雨衣特别好，结果我没带。啊，没什么区别呀，这大哥是不是觉得这10块钱花的不太值啊？主要是下的雨，雨又这么多，雾又这么大。神山在哪儿？
哦，这边啊，这个就是行。哦，这边。我们早上来就没有阴，今天就在这个，能看到顶上。所以说它这个从下面正就可以看到那个，就在那里。就是这块云挡着神山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其实就是花了10块钱在这照个相呗，海拔才1465。那你都跑过来了，总不能不上来吧？行，来都来了。哎，好，一二三。心不甘情不愿，跳。绣球花，哦，顾名思义，这个花。长成以后呢，就像一个绣球儿。好了，回去了。还好这条路可以下山，那这10块钱还花得值。这要让我原路返回，那我就上不去了。10块钱也可以下山啊，不一样。至少他还修点路吧。我在这个路修的，哎呦，哦，这个真的是。走路都比我这摩托车快，颠的。嗯，这小伙是准备一口气直接下山吗？哇、哦，好路终于来了！哎，也不能太快，这线太滑了。哇、哦，又是烂路。哎呀，真的是年轻啊，年轻啊！来，这差不多了，可以上车了。哎，来，上车。这太遭罪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能力有限。走，上车好了。好吧，让开，这条狗，哇！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